欢迎来到博特鲁瑞葡萄酒庄，它归属于专业酿造优质葡萄酒的斑马山酒业集团。著名的博特鲁瑞酒庄位于斯坦林布什山，我们的葡萄园大部分位于西开普省心脏位置波兰，是本省最优质的葡萄种植地区。集团建于1940年，拥有2070公顷葡萄园以及五种不同的小气候，成就了我们多样化高品质的酿造。葡萄园由78%无灌溉田和52%无支架田组成，这奠定了我们葡萄酒的质量。种植出的果浆浓度远高于人工灌溉的非自然培植方法。经过多年的酿造和酒庄发展，我们的葡萄酒现已拥有最先进的种植和酿酒技术，保证了我们最高品质的精湛酿造。将创新技术运用于酿酒、品尝、混合工序，使得我们的成品酒达到一个完美的标准。从酒庄最初的建立，到后来出口非洲地区，扩展到整个欧洲、英国，我们尽可能远地发展合作框架，有效利用合作伙伴的专业知识，分享创新成果。对于葡萄酒酿造，我们充满了爱和激情，团队的合作和奉献精神充分体现于我们优质的葡萄酒上。我们拥有悠久的酿造历史和优秀的传统，从来没有因为追赶潮流而做质量上的妥协，最终打造出了一系列屡获殊荣的葡萄酒，例如 SAM、 大卫·弗罗斯特、伯特鲁瑞、斑马山和其他几款名酒，这些都得到了普通消费者和挑剔鉴赏家的喜爱。伯特鲁瑞葡萄酒庄，创造不同的卓越的葡萄酒。